还有谁被顶到的不要哭啊，不要哭不要哭。来，谁觉得自己非常正能量的，非常正能量想要带给大家了？哦，这位黑色衣服，哇哇，很正能量，一直频频点头。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周杰伦。你叫周杰伦吗？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周杰伦。我5年前在佛山跟你唱过黑色幽默。哇，我知道今天我还会是我。我知道今天还会是你，这么恐怖。在佛山我跟你想过两句话，我今天还想再重复一下。佛山的时候是不是？对，2017年12月3号。哇哇，太厉害了，你还记得啊？我当时说了两句话，我说等一下，你说的话是正能量的话，正能量的，不是很奇怪的话吗？不是，还好可怕。我说我是因为你才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哎呦，还有来，哎，Hello，还有我想说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想说，还有一句话是，我当时我说15年，现在我追了你20年，我这20年没有跟错人。因为我跟的是周杰伦。我要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这个非常的正能量啊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。有没有一路走才一直支持我到现在？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因为你这些铁粉呢，我就要继续好好的唱下去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今年发新专辑。哇，你不是才刚发新专辑？对，那我考考你，来，你说，如果既然是铁粉，我的新专辑有几首歌曲？12首。啊，是吗？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啊。我的第一首主打歌是什么？最伟大的作品。漂亮漂亮。好，那黑色幽默是第几张专辑的歌？第一张专辑。第几首歌曲？啊，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所以也不会有答案的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再来重复一下黑色幽默？要。好，来喽，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希望把你们带回到那个时代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。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的太多，是心里起了错。你说不笑常常的车在一起有点勉强，该不该现在说？不想太多，我想一定是我听错、弄错、搞错，拜托，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。随便说说，只是我早已经再多看都不想多说，只是我怕眼泪撑不住。不懂你的黑色幽默，想通却又太难我说，算你想很久是爸爸妈妈的，有没有？已经是从我的歌听到现在已经有小孩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你的小朋友也还在听我的歌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有没有带小朋友来的？有没有带小朋友来的？哦，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？让我看一下。
好，小朋友，那有没有带着自己爸爸妈妈来的？有没有？啊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一位啊，多大了？妈妈多大了？来，麦克风给他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 妈妈多大了？64岁。那听我的歌会不会觉得不知道我在唱什么东西？会不会？他一直在浙江电视台看你的节目的。哦，该不会是？我们是好浙江好声音，中国好声音。哦，好声音。嗯。那个最近我好像没有去拍了啊。一直听你的，一直听我的歌，那是不是要是不是要来一首那种像？菊花台啊，对，菊花台，青花瓷啊，这种妈妈会比较喜欢的这种。对，听妈妈的话。我、哦、听妈妈的话，可以。对，听妈妈的话，可以。代表说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小孩。对，记得要听妈妈的话，而且呢，送给所有的朋友，好不好？记得听妈妈的话，来喽。小朋友的、啊。